刚刚过去的光棍节，我们娱乐圈光棍界的颜值担当张艺兴也是收到了来自工作室小伙伴的礼物。戒备心 MAX 的绵羊星面对神秘大餐迟迟不敢揭开，也是一个大写的怂了。不仅各种大笑来化解心中的尴尬，这揭开的动作也是没谁了。这是我真的怕了，就想你说原来是一对骨头形状的饼干，意思是要给这位单身汪送狗粮吗？不过连骨头都是成双成对的，形单影只的绵羊星心理阴影面积应该很大了吧。再瞧瞧这小表情，小秘书难道是往里面加了芥末吗？芒果捞新闻，心疼绵羊星，希望明年双十一你能被温柔对待呀。报道。